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啊，很高兴啊，在这个今天又跟大家见面哦。那希望大家经过了这个台风啊，哦，这个都能够很平安啊。那这个风雨嘛，哈，就是财嘛，哈。那这个哦，不要小看这个台风，我个人认为当然是好事哦，是好事哦。这个应该是有很多的水汽啊，我相信九月份呢、啊，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那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要怎么买啊，我陈老师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过，你必须要跟着怎么样政府的脚步走，你绝对是比较容易赚得到钱。因为现在目前来讲的话，当然主力大户各方面的都很多了哦。那当然你现在看这个势头，我就是说今年的总统大选，那当然总统大选它势必它跟这个所谓的政治哦，一定也有相当的关系哦，所以有一些跟政治比较相关的东西，你要放在心里面哦。那些股票你才比较有机会赚到钱啊。当然，这个以民进党来讲哦，现在当然是势头很好嘛。对，郭董要出来选了，我看这个哦，这个赖清德应该是哦躺着就上了嘛，哦，本来是要坐着上。现在是躺着上哦，那当然，所以呢，当然这个有没有人说有选举行情？当然，这不只是选举行情哦，这不只是选举行情，这个就是当然，民进党他有他自己的，我相信他的资金是源源不断的哦，因为而且他赚了那么多钱，而且现在还爱怎么弄股票，他爱怎么赚，他爱怎么买。我相信是掌控在民进党的手里哦，所以 你必须要 follow 这一块。那民进党他不爱买的，那虽然有的股票可能会涨，那当然我认为那个可能你要小心一点哦。这个我当然不能说民进党哪些东西不爱买嘛，比如说包括鸿海集团的啦哦，裕隆也是嘛，裕隆也是郭台铭的嘛，对不对哦，反正我个人是认为，就是说你尽量的去寻找民进党未来爱买的。那当然包括台积电，这个当然是对，但台积电它当然股价是比较高了。那另外一个台积电，它基本上来说的话，它已经是稳如泰山了嘛，就像蔡英文总统讲的护国神山嘛。那我个人认为台积电可能到了选举，越接近选举，可能到了600或600多都有可能哦。那当然除了台积电之外，那当然就是怎么样，就是民进党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他会比较琢磨多一点，比如说你金融股他当然也会买一点，但是我认为金融股怎么样也是一个护盘嘛。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除了台积电，当然民进党最爱的就是联发科嘛，就是联发科了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最重要也是今年之最嘛，广达、技嘉、伟创嘛。所以我当时有跟你讲这个内部消息啊，我今天为什么跟你讲这 QR Code 啊，一定要进来扫最新内部的消息，八大行库投信自营商，我跟你讲这都是政府的门神啊。民进党接下来广达、技嘉、伟创那才真的是会大涨，你相信我哦。我相信民进党跟黄仁勋的关系啊，对吧，讲台语的嘛，对吧，民进党就要讲台语的，所以你不要认为说这个不会，这个啊拉回来啊，这个拉回来，我跟你讲，已经快要进入我最后的买点。最重要，这个上去会很强哦。接下来等到这些股票又开始大涨的时候啊，整个资金都会被民进党的这一些所谓的又被他们赚走。因为他们这个政府的啊，他们不可能买小资的股票哦，你一定要注意。所以最后这几个广达、技嘉、伟创啊，当然你比如说这些上来了以后，包括。啊，一些哩哩啦啦的，其他的 AI 概念股，当然那些就不要我多讲了，因为这几个是最主要政府会买的嘛。那当然还有包括其他的，那就不要再多讲了嘛。哦，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达什么科什么什么怎么保的那个我不用再讲。那当然就最主要的还是这几个。所以今天这一份资料在我的 QR Code 里面有，我已经跟你讲过，你一定要来要这个资料。最后这一波最后要涨到哪里，我已经跟你提到过了。所以你不要一直认为说，哎，最近在休息啊，你就把它放弃了，你会被洗掉哦，而且会洗得彻底干净的、啊。因为我跟你讲，你在卖，他一直在买，
那你今天你可能你反而在追的东西可能怎么样，可能政府他刚好在卖，哦，尽量的避开郭台铭相关的股票，哦，尽量避开了。我这样讲就懂了，因为民进党也不可能去买跟郭董同款的，当然郭董他自己比如说他做什么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尽量避开。哦，我今天跟大家讲，民进党现在是手上握有权又握有钱啊，那这些都是他们之前买上来的，他当然他上一次利用 NVIDIA 的利多他先出了一趟，那出了一趟以后拉回一定是要买的，而且他们一定要是要买今年最重要，另外一个关系很重要，民进党跟黄仁勋跟张忠谋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，政府他一定会进来的，而且会大买特买，你一定要了解到这你才能赚得到钱，你不要自己乱买，因为你去买那些搞不好未来民进党会他也手上有持股，哦，他会丢，哦，所以民进党跟台积电张忠谋跟黄仁勋这关系都很密切的，跟黄仁勋也就是现在的 AI 嘛，所以你现在一定要了解到这一波啊，民进党啊，他第一个他已经几乎是躺着就赢了啦，一个有权啊，另外一个有钱啊，他这他八年来说真的他什么没有，他赚了就赚翻掉了，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，上一波啊，上一波这个 AI 啊，对不？那黄仁勋就是讲台语的啊，对不？我不会骗你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今天这 QR Code 一定要进来哦，最后了，已经最后了，快要到我最后的点哦。广达到多少，技嘉到多少，伟创到多少，这个上去我跟你讲，你小心会很强很强哦。我跟你讲，在陈老师会不会再一倍？不要讲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讲那个东西。然后我跟你讲，你要小心这个东西啊，这上去了，上一次的高点啊会过，哦。这高点都会过，这高点啊，这一支啊，这也是 AI 呢，这 AI 里面的 number one 呢，这只要 AI 上来它就上了，伺服器啊，这 AI 上来它就冲了，一定要放在心里面，我跟你讲的是真话，你不要当作假话。还有这个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不要被洗掉哦，这个也是民进党很爱买的，这也是民进党，我就跟你讲了，你一定要多注意，联电集团也是非常挺民进党的，联电集团这一波很多拉回来要买，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，政府也会支持联电集团的，对不？你看曹新成啊呢，搞民进党讲来话好诶，搞阿强啊、美加啊那边操逃，所以你都要注意这个。当然，鸿海郭台铭的股票尽量在选举前尽量不要去碰了。他说他把辞掉鸿海董事长，这要辞掉鸿海董事，又辞掉鸿海董事长，又辞掉鸿海董事。这个就此地无银三百两嘛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你去问鸿海们部门，你去问说，哎，你们知道你们这个鸿海啊，你们呵呵啊，郭董，对哦，对的，就像你今天你一样的道理啊，你张忠谋一样辞掉了台积电的董事，对，现在荣誉嘛，荣誉董事辞掉董事长，叫刘德英。可是你问台积电说，你们最认为你们就是台积电张，当然是张忠谋嘛，怎么会说刘德英呢？这个都是假象，哦，所以郭董他越这样做，说真的，这个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要嘛，就不要辞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要来，对，这样越搞越不好。所以香港的在玉龙也是哦，你不要最近一直买那个，觉得说玉龙也是郭董占玉龙的趴数，现在比那个叫什么严什么利什么连的还多呢。所以政府会不会卖玉龙啊？政府会不会卖玉龙？你一定要了解这些政治的问题。那台积电当然是没问题的，台积电那当然是。这是一定要买的啊，政府不买台积电那有可能啊，哦，所以这个联电啊，你不要看这个联电，你小心被洗掉，这个未来我跟你讲，所以这个 QR Code 啊，我跟你讲这个买点卖点很重要，有人说它是会到5还是6到7，我就讲这个回来政府又买了，所以我今天这两份资料给大家，你一定要注意，你最近不要说自己看，还有跟你讲的今年来讲有很多很厉害很厉害的，
就像银邦一样的，你不会相信的。我跟你讲，像银邦一样的，这银邦50块的时候也买啊。我跟你讲，等到 AI 上去了，银邦又一马当先了。为什么？等广达、伟创、技嘉上去了以后，政府这个买上去了以后，这银邦又……所以我今天我在 QR Code 里面都会告诉你，银邦的 Final Edition， 你一定要进来扫、哦、Final Edition。银邦的 Final Edition 系统最后会到哪里？你不要被洗掉哦！你这洗掉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后面再追，你到我就已经跟你讲，你到这边你不要卖乱卖。联电，我跟你讲，这还早得很的。你以为曹新成说要捐30亿是，他从哪里赚回来啊？这个也是一样啊。而且我最近跟你一直提到的交加，包括华新科，包括信昌电，包括甲霸哦。哎，你不要随便乱丢呢。交加记住，每年都要炒一波，今年势必的在接下来9月、10月、11月。啊、不要再跟你讲了，反正你哦就傻傻的，一直傻的软眉。但是今年我就跟你讲，有很多股票啊，你会吓死你。像这个啊，我一直跟你提到过、啊，很多人说陈老师啊，有没有在这边的银邦啊？你知道这股本多少钱吗？你知道这股本多少？新门啊，有一天我跟你讲，你会连买都买不到、啊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绝对是到100以上，100以上我就觉得便宜，这个以后可能都这样子，一直这样子，一直上去。很多人说陈老师你讲话都很夸张，我讲话夸张，这股本的问题、啊。你知道股本多少？2亿。还有之前我一直跟你提到过的这一只股票叫统茂 ,1.7 亿的小股本 ,2434 啊，这一只股票统茂啊。反正我跟你讲，有一天我跟你讲，每个人都会讲这个 1.7 亿的小股本。会很可怕。有些东西我们不好讲、欸、不好讲你知道吗？真的不好讲。这个以后啊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到这边的都觉得便宜、啊、这个新门啊，我说陈老师啊，哎，银邦啊，那银邦我都好想买呢，我银邦我都大家都好想买银邦呢，不要一直跟我问我银邦，你现在一直问我有银邦，我就说我都很不好意思。哎，四十块你那去年7月5号你是在给他动作笑哎。很多人在问我银邦啊，我就跟你讲嘛，我现在不会一天到晚在那边，以前是银邦一直跟你讲一直跟你讲，那时候才40-50块，我现在我就跟你讲，我现在每天都跟你讲，就像50块的银邦一样，我就每天跟你讲，我跟你讲有一天啊，这个都是起步价了，这个都是以后都起步价了，以后到了这边了以后你就知道了，这个你先把这个哈，先把这个来拉近一点，很可怕，这个真是很可怕。以后你就知道。我今天给大家一只股票哈，3个月，这一只股票是我9月的第一炮，9月啊。今天算是9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嘛，算嘛，我们严格讲算啦、啊。哦，这一只股票9月啊，9月的第一炮哦，欣欣向荣技术第一6160。我9月会跟你谈1个月，9月啊，这1个月啊，今天是算九月的第一个交易日，以后会不会是天下第一？小股本，小型电子股中的王中王大黑马。
那我当然我帮你贴着，你知道我贴的意思吗？有没有人知道我贴着的意思？以后我就打开了，以后我就打开了，就一直跟你谈了。那你知道我贴的意思吗？你知道我贴的意思？贴着贴什么？6160，欣欣向荣技术第一，有一只股票叫欣欣，你们知道吗 ？PCB 的啊。欣欣向荣技术第一，记住了，欣欣向荣技术第一，有一只股票叫欣欣，你知道，你不是大家很爱买欣欣吗？这一只股票啊，九月，今天是九月啊，我九月的第一重炮手，九月第一支跟你谈的，今天帮你盖住，九月哦，第一支跟你谈的，今天帮你盖住。也就是代表九月我第一支跟你谈的，我会跟你谈一个月。今天算是台风过了以后啊，九月第一个交易日了，九月第一个重炮，第一个也就一个了，明天再跟你谈就第二了嘛，后天再跟你谈就第九月的第三了嘛。我把它放在九月的第一个重炮手，一定有我的道理。哦，有一只股票叫 PCB 是吧？窄板是吧？叫星星对不对 ？Please， 以后我跟你讲，每个人都会注意它。就像我跟你讲，益昌也没人爱买，和昌也没人爱买，通家都没人爱买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嘛？你现在看得到吗？全达也没人爱买。我讲的股票，你以后啊会吓死你。哎呦，陈老师啊，最近要不要追通家啊？你起来，陈老师最近要不要追银邦啊？陈老师最近要不要追合昌啊？和气气昌？陈老师最近要不要接益昌啊？你卖个过来讲的啊？那些都不用看了。九月第一重炮手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以后没有超过益昌，没有超过合昌，没有超过银邦，没有超过。我跟你讲，第一重炮手就九月第一个我要跟你谈的，第一个。也就是第一重炮，今天是第一支啊，九月第一个交易日，我今天把它盖着，6160，你先把它记住，6160，6160，6160，6160，反正我就一直跟你讲 ，PCB 里面有一只叫星星，对不对？大家很爱买，对不对？今晚有八瓦扣啊，以后不要说它是星星的几倍，哦，不要讲那个，没意思。哦，以后不要说它星星的几倍，像我这个都没有人爱买啊，这个哪有人爱买？很多东西我讲过的都没有人爱啊，你哪有人爱呢？哪有人爱这个东西嘛？哪有人其实会认同？陈老师每次找那小股本的，小股本怎么样？小股本的是怎样？都没有人会认同这个啊！我之前跟大家谈的时候，没有都哪有人认同这个东西啊？就是讲到我都不想讲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你讲，第一重炮手，有一天很多人啊，我跟你讲，都会认同。而且会认同到不能够再认同。很可怕。会很可怕。银邦是涨十倍啊，银邦是涨十倍吧，我应该没记错嘛，银邦，你看我哪一只的现在不是一直上一直上？那陈老师啊，你每次介绍那种小只的，我们本来都觉得不会涨，那怎么一只一仓的，怎么说今年的兔子，这一只兔子，现在有多少人爱讲啊？
合昌啊，什么东西啊，什么合计什么啊，啊，通通假霸，通通大涨，这种股本都那么小，谁爱买？你看现在说，哎，以前咧讲这吼、個，讲实在是求人买啊，你求啊，你拜托啊，我讲阿妈唔买呢，今卖来讲嘛，陈老师，我好想买银邦哦，怎么你介绍的股票会这么强？很多东西我跟你讲，没有内幕消息不要做了。我不会跟你谈那个什么基本面，谈基本面没屁用，这谁要买啊？我就跟你说蝗虫人有鬼啊！蝗虫人是最爱炒股的，蝗虫人还有华兴的交加，还有联电集团，这个我们三四十年的股市经验都知道，这些都是最爱炒股，每年一定炒一波。蝗虫人每年一定炒一波，华兴交加每年一定炒一波。联电集团每年一定炒一波，所以你不要，我跟你讲，你这系统你被杀得软没耶，我就跟你讲，你今天 QR code 一定要进来扫，最后不到这边不能一张都不能卖，系统一都会被洗光。但我今天最重要的是这个要给你的 QR code 是这个广达、技嘉、伟创，只有全市场只有我知道政府到底在做什么。你今天你要听技术分析，你就听杜金龙的，我不会跟你讲技术分析的。你说了几十年就是一头技术分析不会准啊，没有内线怎么做啊？我就跟你讲最后了，最后继广达你一定要来抠这个，一定要来扫这个资料，下一波到这边一定要卖哦。再涨多少啊，这边你又要卖咯，不到这边都不要给我动哦。一样的系统，不到这边你一张都不要卖，你会被洗掉的。我讲话你没在听啊，你每天都在当冲这个，你每天在当冲这个，你怎么赢呢？所以你一定要来扫我这 QR code， 你知道吗？ QR code 进来扫，无来刷，你是在做啥啦？啊，不今仔日义昌、合昌、通家啊，拢去我的。啊，你进前啊，银邦拢去遮的，无来刷。你逐天的技术分析，你也要落到标股。哎，我陈老师讲的再多哦，有一天你会感谢我。等有一天呢，到了这边了哦，我告诉你什么叫大怪兽，我告诉你什么叫很可怕，很可怕。我今天是说怕你以后是买不到而已。1.7亿的股本，这2亿的股本，这1.7亿的股本，这个2亿的股本，算了，我不要跟你讲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个东西哦。把今天这份资料送给大家，赶快来要我 QR code， 你赶今天最后一天哦，我给大家扫 QR code， 一定要扫，一定要扫，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心
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很多人啊都说啊，陈老师啊，银邦好强哦，银邦好强哎！我跟你讲，一点都不强。我跟你讲，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强啊。以后啊，陈老师啊，银邦好强哎！来，我跟你打赌，以后我跟你讲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的比银邦更强。有一天啊。有一天我跟你讲，你会知道什么东西。我跟你讲，会我恭维你不行啊，我讲话你不信啊。各位今天啊非常重要，欣欣向荣，好好把握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